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出席阳明山花季开幕，席间公园处长黄丽远与柯讨论时称，市府编列杜鹃花种植预算遭议会政治操作删减，并点名民进党议员许淑华。柯听闻后爆粗口。对此，黄丽远今上午赴议会向许淑华当面道歉。对此，许淑华表示，当时审议该预算，很多议员有意见，市长因特定政党或派系批评格局太小。至于是否要求柯为爆粗口道歉，许淑华说，取决他个人，但社会自有公断，市民眼睛是雪亮的。针对杜鹃花预算删减问题，许淑华经还原当初审预算过程，许淑华指出，北市府每年花1亿3000多万购买花卉，还另外编列800万杜鹃花预算，当时审查询问1余亿预算是否包括杜鹃花，对方说对，然后又牵扯 PM2.5 被议员跟学者打脸，经处长肯托后，杜鹃花预算删减至600万。许淑华说，柯文哲也说不要一次性活动，很委屈跟遗憾，议员认真监督预算却被说政治操作，还被说得很难听，连市长都爆粗口，市长应该大气一点，多论述台湾首都如何发展，而不是讲鸡毛蒜皮的事，把台北城市发展处理好，不要一直内部斗争。对于昨点名许淑华政治操作，黄丽远经道歉表示，对于自己认知错误或误解带给议员困扰表达歉意，昨天行走路径市长很关心杜鹃花状况，当时并非公开场合，是长官与部署间聊天，没有刻意针对许议员或对媒体诉说这件事。民进党议员新科吴佩益经陪同许淑华出席记者会，吴佩益酸，难道北市府预算不能经过审查讨论，只要议员对预算有意见都算政治操作，还是市府送来审议的预算议会都只能全数通过，况且该预算经过大会决议，官员却点名个别议员政治操作，这是对议会大会不尊重。国民党新科议员钟佩君也到场声援，钟佩君表示，这件事不分党派，预算被删固然可惜，但审查预算时官员应该保护预算，不是删除才在背后说议员闲话，非常不可取。中时